这个群众爱看的这个八卦呀，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不是真相。嗯，有意思。所以我对这个不是很感兴趣，在于哪儿呢？我一看，哎呦，不是真相，它是事实，事实不等于真相。嗯，假象，事实有可能是假象。哎，这深了。哎，你给解释解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冰山上面百分之百分之十。 下面百分之九十你没看到、嗯，那等着你呢。呃, <laughs> 呃，你比如说，为什么离婚？嗯，包括有些选择什么时候公布，嗯、其实可能人家早离了，早,了早分居了，为什么不公布？其实就要说到这些年有一个情况，就是资本化的情况，我们很多的明星都参与到资本运作里边去了。 不是说你想离婚就能离的，资本不答应，这些资本运作没有完成。你在这中间，你们俩都是，比如说明星夫妻，你们俩一宣布离婚，股民怎么办？投资怎么办？这有很多复杂的背后的经济原因。还有就是代言怎么办？现在有很多那个商品的代言，嗯、你的身份特殊，你代言的商品特殊，在代言期内，如果你改变身份。 比如你是个母亲、oh. 啊，那你这个就要巨额赔偿、呃。他是这个业内人，我是业外人。只不过我过去历史上在那业内混，过，就老听一耳朵事儿。现在那个合同，我听说我的有这么签合同，那很吓人。你主演，你的体重在拍摄期间不得超过多少？嗯，mm. 明白吗？你你拍摄的时候，你突然变成一胖子，谁受得了？啊？Mm. 人你这个形象下来，形象下来没没没人看了。所以你作为男主演。 你在拍摄期间体重上限是七十公斤，下限是六十八公斤，你得控制体重。对你说这个，我确实觉得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合同啊，呃，你你说怎么按怎么叫依法？比方说，呃，他们给我讲有的签哈，那当然你这个艺人违法犯罪，这个影响了你的戏，这不用这没没有争议，因为违法犯罪是清晰的。嗯，但是他还有一条就是你道德风尚，那么离婚算不道德吗？ 那么你就是，或者说到时候谁来裁定你家庭发生的这个变故，叫做违反了我们合约里所说的，呃，这个不道德了。那么人家没有说你不道德，只是说你你你在我这个资本控制的这个时期内，你不能伤害我的资本，是真的。其他上市公司对于这个法人，包括他主要管理层的这个婚姻状况，也是严格管控的。啊，<laughs> 以后明星签合约不准离婚。 对吧？不准公布离婚。哎、呃，方舟，你这么爱八卦的，啊、呃，最近这一连串的你，你你你们小朋友怎么聊啊？ 没有，就是就是，我觉得现在群众好像也变了。原来这个离婚啊，大家都说都很纯情的，就说哎呀，我不相信爱情了，怎么怎么样？就大家都是很纯情的。现在都是哎呀，肯定早离了，肯定就是捂着不说。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群众都知道真相。<laughs> 现在大家也没有原来那么单纯，觉得特别相信这个明星的荧幕形象。现在都接受哦，他背后还有一套、嗯。最近这个现象特别明确是什么呢？ 是在这类的，就是婚姻八卦中，过去永远是离婚远远大于结婚的八卦，这次是结婚八卦大于离婚。你比如林志玲结婚，她有一个明确的数据，就是那那个网络瘫痪了，嗯、半个多小时都不通车，就所有人都要看她跟谁结婚怎么回事儿。 过去都是这个、这个、这个明星们一离婚，大家觉得天大的事儿。现在大家觉得离婚是个正常的，结婚是个不正常的，所以不正常的就受到人关心的多。哎，你觉得林志玲为什么会找了这个日本的？那个男的八卦、啊啊啊、那个男的我不太了解，好在哪儿？<laughs> 就是那男的，因为他原来是一个特别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成员，然后那那组合原来非常非常红，而且那男的特别特别温柔。就是我看过他上综艺节目，他对小孩啊，然后就包括对工作人员非常好，所以我不太习惯现在的人老用什么下嫁什么或者嫁丑男或者鲜花插在什么上，就是这种特别外在的标准去评价。我觉得那男的多好，要我我也愿意嫁，但是人家就不愿意。但是我觉得那特别好的一个男的。<laughs> 我跟你说，就说这个，你看日本有一个女的啊，我这个名字要很很很谨慎的说啊，叫苍井优。嗯啊、说对了啊，说对了吧？说对了。苍井优，哎，清纯美丽是吧？就是不是那跟苍井空有什么关系？您好不容易绕开<你>、啊，什么意思啊？姐妹是吧？没有关系。苍井优，哎，非常美丽，对吧？嗯、青春那个偶像。 然后呢，日本那个粉丝也很不理解，嫁了一个说相声的，嗯、等于说就一搞笑的，嗯、也是长得也也就是不比咱们强多少吧，嗯、对吧？好，但是呢，他们就说啊，在日本很多特漂亮的这个美女明星啊，好像就爱嫁这个搞笑的。嗯。然后呢，这个苍井又说了一句话挺好啊，就是说啊，他说你爱一个人，与其说你爱哪个男的，不如说。 我爱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的我自己，就是就是这个女女的，她跟这个男的在一起的时候，她自己的这个感觉，嗯，是她最满意的。哎，你看，这也是一种。 婚姻观哦，婚恋观，嗯现在就是很自私嘛，你这不就这个意思吗？啊，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爱，哎，就我跟你结婚还是爱着我自己？哎呦，这个事儿比较不是就是你能让我，你能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不是也不是，我觉得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从女性的心理分析一下，因为我也试着就是跟那种啊有钱的，这社会地位高的相处，我后来觉得我特别就是尤其两性的相处啊，男朋友什么的，我我。 觉得我这我真的不喜欢我那时候的自己，因为你知道，就是你总会怀疑。 他们就是不知道看中了你哪一点，就是大家，大家就是形容霸道总裁爱上灰姑娘的故事都是很美好的，就觉得哎，这很美好的故事。但是你不知道那灰姑娘整天多紧张啊，就觉得他到底看上我什么了？对,对然后然后比如说我当时，我就会整天就在猜，就非常没有安全感，觉得他今天对你好，明天就会对别人好，而且你总在猜，就是他这个在你身上看到的优点，你其实并不存在，就是所以你不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对，而且你花着别人的钱也没有什么安全感，<对>你会花了吗？对对对 我没花，我我都没花，我都那么紧张，啊、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也不是说自私，就是你觉得你每一天跟他在一起，你都是就后来都挺折磨的。钱花了以后就不紧张了，<laughs> 就是反正也就这样了。<laughs> 主要是没花钱。啊、对，所以他紧张。嗯、就是呃，我觉得不要小看这个娱乐明星，哎，嗯，就是咱就说这个星，刚才这个这个汪老师讲的，我一下想到我最近看的一纪录片，我觉得你们应该看看，你评分很高的英国拍的，就是《行星》。 嗯，行星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应该叫八大行星啊，八大行星就行星是怎么形成的？它那个都是最新的科技了，用的都是那个探测器降落到上面拍的那个、嗯、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啊，太阳系是活的。然后你就会看到有的行星是这个行星撞那个行星撞击形成的。你知道，就是我就想到这个明星，嗯，就是体量大的这个婚姻呢，嗯，不管是结和是离。 它引起的效应都是天文效应，你确实，你知道，就是人家咱这个学历史的，您讲这个事儿，我一下都能想到，这个明星婚姻的这个意义啊，就按照您说这个意义啊，有点回到婚姻的当初了，就哈布斯堡王朝。 嗯嗯或者汉代的和亲，嗯嗯，因为当你身上聚集的资本太大，就或者说他身上关联的资本，嗯，那真的是当关联到一个这么大体量的时候，你们的结婚哪还是什么爱情不爱情那么简单嘞。嗯，当年的欧洲这合纵连横，嗯，一个王朝就靠着联姻能统治多半个欧洲，都是我们家的。 欧洲的丈母娘嘛，哈布斯堡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就是你看，那就是跟这个道理一样啊，嗯、就是我们这一结，呃，那到换到今天的这个这个商业社会、资本社会来说，嗯、我们这一结，多少资本就勾合在一起了；嗯、我们这一离，嗯，多少股票就烟消云散了。嗯、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回到咱就知道过去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嗯、对吧？就是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恋爱中的两个人？ 他也很难像咱们小民恋爱那么单纯了。当然，他得考虑，比如说，哎，咱俩，哎呦，我也一见钟情了。那么一下，这家伙这影视、那个影视、这股票，这，你说他会这么考虑吗？或者说，他决定了我要跟他好，嗯，那是不是一帮 CEO 就得跟他聊聊这事儿？呃，当然，这是肯定的。这个他的经济团队、他的宣传团队每天是在开会的，没定 <laughs> 看见你们俩今天吵架没有？<laughs> <对>然后开会是啊，包括俩人。 如果他要表白，怎么表白？他有大的文案组，他的团队一起帮着他。哎，我还听你说跟这个电影这个什么时候出来、选角儿都能扯上关系。呃，当然都是这背后的交易不一样。哎，爆爆料可以不点名，爆爆料、啊、不。但是我是说明星夫妻啊，嗯，我有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是什么？我们经常马。 码这个演员盘子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说：“呃，男主角找谁？女主角哎，找他们俩吧，他俩是明星夫妻。”我这样，男一号也有了，女一号也有了。我说咱千万别。我说找演员，人家出去一下拍好几个月戏，我认为他们不愿意跟对方一起待好几个月，他们想自己待着。哎<诶>，我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为什么我听到的他们分析那个离婚原因，恰恰就是因为这个艺人聚少离多，各自在各两个剧组，这不就是？但是你看见有有个别的啊，老爱腻在一块儿上一个戏的很少了，已经。对对对。那为什么呢？工作是工作，就就回家见着他就行。这工作天天上班还一块儿，不愿意。如果能选择的话，尽量分开，也有利于工作。 你像我们朋友圈里就经常听啊，就说那谁够爷们儿。 好、啊、家伙，这个离了婚净身出户，说现在还拍戏呢，嗯、就每天三百六十五天，就为了就是说把钱都给老婆了吧。嗯，那么所以就接呀，什么戏都接呀、啊。有几个这样的男演员，模是过两年再离一次，嗯，再再离一次，离一有这个、啊、离婚拍戏有这样，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就是特喜欢结婚分财产再接结。就我如果谁喜欢 <laughs>，哎，他就这个，我碰见过这个男的，他他不是这个明星啊，就是。 生活中有这人，后来我说你这好，您这辈子过日子就是说，结婚生孩子买房子，离婚结婚生孩子买房子离婚结婚生孩子买房子，就这么一套程序，这辈子就这么过来，<对>平均七八年来一回，每回都跟真的一样。所以咱老百姓很关心的就是那体量巨大的。我跟你说，你知道那个贝索斯吗？啊、嗯，亚马逊的那个。亚马逊的那个是创始人吧？嗯，这家伙哎，四千七百个亿。 嗯，四千七百亿。他老当然就说他老婆也是相濡以沫，嗯、这么多年他老婆也挺独立的，挺有出息，还写小说，要不女作家，女作<对>家。这个<我>特别激励我。我跟你说，我我为了向他们学习，我我这么来一段，<laughs> 就是说，二零一九年一月九号，世界首富贝索斯啊，在推特发文，你看人家说的这个是怎么写的啊？哎，就是说，我们希望让人们意识到，我和麦肯齐的夫妻生活出现了新情况。 嗯，<laughs> 正如我们的家人和密友所了解的，我们俩相爱了几十年，但后来不得不尝试分居。啊，最终我们共同决定离婚，但仍是以朋友的身份一起生活。我们感到非常幸运能够认识彼此。婚后的每一年都使我们感恩不已。即使我们事先知道，哎，关键说这句话，即使我们事先知道，我们将在二十五年后分开，怎么样？ 我们还是会选择遇见彼此，步入婚姻。这就是您说这就好这个了，对吧？哎，九千呃九千多亿，将近一万亿的这个这个钱呢，嗯，就是一人一半。而且那女的其实把大部分的钱都捐了。 就那那女的捐了很多钱，所以真的是女性楷模。我的人生目标也是得一大笔赡 <laughs> 养费之后，成立个写作基金什么的。<laughs> 对，我觉得做出贡献就是，但是我就觉得这这个男的，因为。 他还是动用了很多的媒体资源，就是包括去，因为他自己是出轨嘛，然后就是去去美化他出轨，或者、嗯、演他出轨了谁的闺蜜，对他出轨了他的朋友的老婆好像是，啊、所以我觉得这对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拥有的这个话语权会更多一些。人这女性，他老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一直没有说什么嘛。 我觉得这也是体面的这个方式，就没有撕到特别难看。最近有个很极端的那个，我看完了以后，我就在琢磨这事儿，就想不通。嗯，这个事儿都呃网上都能看到，是东北的。东北有一个很著名的药业叫葵花药业，原来在中央台老做广告。嗯、这个董事长呢，原来结过婚，有两个孩子啊。后来呢，他就跟后面一个女的好了，好了以后，那女的跟他好，他就跟前面那个前妻就离了。 那么他跟这个女的好的时候，人家就跟这女的说：“是你们好没有用，你不生个孩子是是好不了的。嗯”这女的就生了个孩子。生了孩子以后呢，他心思都在这孩子时候呢。这董事长又跟另外一个女的，就第三任，就好起来了。好起来又生了一儿一女，那么就形成了他有三个老婆，生过五个孩子。那么就跟这个中间这个老婆谈，他离婚，离婚呢条件谈的就很，我觉得条件谈的还是很充分的，就是说。 我把这女的说，我把股份全都还给你，而且她说你不用还给我，给我的长子嫡出啊，给我，给你九个亿现金。然后呢，她说这九个亿我不能一次给你，我分三年给你，前两年给了六亿五，那严格的履行了这个合同哈、啊，就差这两亿五出了大事了。那现在那个描述看不清楚，就是他们俩就进了屋了，就谈这个最后这个两亿五的时候，这男的拿出菜刀抡圆了给他四刀。啊 这我就想不通了哈，您九个亿都给了大头，给了，嗯，然后你也同意了，分就分开了，然后后来我就看那女的就就就叙述这个事儿哈，她有两点我觉得就让我不可理解，第一点，她说我拿了六亿五现金在香港活不下去。 生活费很贵的，这个事儿就就就说解释不通。嗯，六亿五现金人民币啊，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有尊严的、很优越的活着，<laughs> 那怎么可能你活不下去？就是还差那两亿五，你得赶紧给我。第二个呢，是一个更莫名其妙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男的创立这个葵花药业呢，二十周年的时候呢，写了一个类似自传式的这么一本书。嗯，这个书呢。 这个女的认为呢，这书上没有把她的贡献写清楚，<laughs> <laughs> 这我觉得特不重要，对吧？咱说白了，那书除你自个儿看，没有人看。嗯，就为这两个，现在这个案子还没判下来，那四刀据说刀刀毙命，这身子啊就是很重啊，就是而且还对对，还有一个特别恶劣的情节，就是当着他那孩子看的啊啊，啊 <那天 S 2> 所以你说你说这种事儿、啊、哈。 那么多钱，嗯嗯，他如果说你要我九个亿，我不给你，我砍了，我觉得这个事儿还可以理解。你给了什么？六亿五，就差最后一个头嘛那究竟他们俩怎么在屋里谈的，谁也不知道。这个求财啊，啊对啊求气呀、啊，啊、最后求来了气。对，犯得着吗？是吧？哎、这一辈子，你想你结三回婚，五个孩子，这么大的企业，最后就为这，最后剩这两亿五，抡了菜刀了，多土的事儿啊！王老师，你说这故事你编得出来吗？对。 这个很狗血，但是我们娱乐圈呢，其实现在越来越狗血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其实，是舆论环境对他们来说严酷。嗯，这个哎哎这的对。因为严酷，使得他要撒谎。其实越严酷的情况下，他越要撒谎，越要伪装。嗯，越伪装，一旦伪装戳破以后，就特别狗血。所以我们很多所谓人设崩塌，也是因为现在舆论压力特别。 再有一个社会本身也越来越狗血。你说我咱们说这事儿、啊、哈，你按照所有正常的思维和逻辑，这个事儿不可能发生。你怎么可以抡起菜刀去砍人呢？还有好多，我就我我有时候看点这乱七八糟吧，咱们个个狗血，个个你看着就就没逻辑。嗯嗯嗯 个个你觉得这事儿要是由汪海林大编辑编出来，大家都说瞎编，但他就是个真事儿。<laughs> 对，今天就是这种类似瞎编的真事儿越来越多。哎，我的一种心理，我问问你们啊，就是说，我私下里也爱八卦，说说说这个说那个的，对吧？但是我这个底儿是什么啊？我从来没认为我说的是真的，这就,就是我的娱乐。嗯，你们嘛，就，但是我意识到，我周围有些人呢。 包括有时候去小饭馆吃饭，我听旁边那人桌说这，这那桌说啊，说哎呀范，范明明就怎么怎么着，李云就怎么，哎，我听着听着，我觉得他是真相信呢、啊，就他真以为是他，嗯，分析的这样啊。嗯、我虽然是使用着这些个名字，但对我来说，这不就是个段子嘛，嗯、是一种聊天高兴。嗯，为我不就遇到过，我就跟你说过嘛，就是我有一次拍广告的时候，我被人认出来了，然后呢，他们就在。 就在那议论说，哎呀，这是谁呀？说这蒋方舟，蒋方舟你都不认识啊？说蒋方舟是谁？蒋方舟北大才女，现在跟窦文涛在一起。这我当时我又在拍广告，我又不能，我又不能说，哎呀，也不是，你知道吗？我终于觉得我的节目值点钱了，还能产生绯闻。他们说的非常确凿，就当着我说。对对对，他认为他就是啊，就是。那这你都不知道，你知道对，所以我为什么说，我就我觉得我有，我现在在这个舆论混乱的环。 环境下，嗯、我有时候又变得像这样，您能理解吗？就是说，我有时候不相信人私下里说的，嗯、我相信他表面的声明啊，呃，这也是一种情况。嗯嗯，嗯你知道吗？因为你比如说啊，呃，一个大家这个这个娱乐八卦报道说他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这这这东西谁都不要负责任。嗯，但是呢，如果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他出来发个声明。 他这个话呀，我我觉得啊，他得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话可以说的有技巧，但是将来不能给人家逮住。嗯嗯，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反倒宁愿相信那个表面的、官方的。嗯、他官方哎，就是官方的、公而告之的，因为那那个你自己公开打脸。嗯，那倒是美国有一个学者呢，他政治学者，他写了一本书，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叫“想象的共同体”。 这个我们吃瓜群众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想象的共同体，所以娱乐圈的故事，它的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就是我们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共同创造、共同完善这些狗血的故事，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进去，而且互联网时代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发表意见，包括您说的那个，包括我看的林志玲 这个结婚以后，我也换成了岳云鹏的导航。<laughs> <说>啊、<laughs> 对对对,对，那、啊、明星配合这种这种想象吗？啊，就是为了明星配合配合这种想象吗，我觉得是在配合，有的时候甚至有意义的迎合这些想象。嗯、啊，所以它也是现在商业社会就是娱乐化、商业化以后的一个新的现象。所以是，它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就是去迎合这个想象的共同体。 这个这个能看出来，你看他那个发表那声明啊，嗯、你要逐字逐句的。我现在是懒得惹事儿，过去啊，我就逐字逐句的敲他那个话，分析他那些话啊。对对什么我们不是过去的我们，我们依然是什么,什么？还是我们，还是我们啊？<laughs> 你要如果正常的事儿啊，你要向社会宣布，理论上讲你可以不宣布，你宣布就是说我们今日离婚。 将来依然是朋友，就很简单了，对吧？现在都说的，你你发现很多流行的话呢，都是从这儿声明中来的。比如过去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话，叫“且行且珍惜”，对吧？您就、哎、<不>熟。呃，“且行且珍惜”这话根本好像我印象中宋朝也不是什么文献就有该话了啊，<laughs> 但是他抄下来以后呢，这个这这个话过去没那么流行，一下就流行了，所以都“且行且珍惜”。 然后这个这个什么我们不是我们，我们还是我们，就这个这个句式。现在我看到那个网上到处都是来套用这个句式，丰富了汉语啊。对。那么在这点上，你就能看出来，他们发表这个声明的时候呢，要利用这件事儿，是吧？他把它非常的文学化，然后加有头有尾，有头有尾，加上了很多幻想空间。对。而且写的呢，传播性很好啊。对对对，好说得好，你看这个，对，就传播性很好。然后呢？ 半长不短的，他还不给你啰啰巴嗦写特长，嗯嗯、他也不给你就写一句话啊，嗯、他给你弄的那个恰到好处。所以这个传播，像他们这这种结婚离婚的这种事都是过亿的嘛，那肯定点击都是过亿的。我觉得都在玩火，我不是说这些明星在玩火啊，嗯、我是说他们已经不得不了。嗯、就是你知道，就可能是，就是岁数越大，这人越倾向于这个保守啊，嗯、相信这老辈子人的一些道理啊。嗯，嗯嗯我真是觉得。 其实很早以前我就觉得，现在咱们说谁火呀？嗯，我第一次听见这个词儿，我就觉得不吉利。嗯，而、嗯嗯、就说现在这个年代，就说哎呀火了，终于火了，好家伙！你比如，甚至于你有时候觉得特可笑。有时候你看一剧组啊，播两集，先是剧组内部造这个气氛，火了火了火了吧？好像火了火了，你知道吗？太傻了！这这这但但但是有的可能光剧就真火了。我就说这为什么不吉利？ 火了是什么意思？嗯，那你不就是烤鸭了吗？就是控制不住了。哎、你下边你不就是、你火了之后，你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命运吗？你不就是在火上面烤的烤鸭吗？然后呢，所以我就说我玩我说玩火，就是我就说了，像那个行星那么大的体量，你你到字斟句酌，然后呢，你想在这个里边谋利，可是我觉得这个真是需要诸葛亮一样的。 诸葛亮都都都玩不赢啊！那那那那那，这面对着这么诡谲多变的这个这个互联网啊，这个这个民情、什么舆情，嗯嗯、你真以为你是弄潮儿？你能？所以我们中间这个舆舆论这个发酵啊，它经常有变化。之前呢，比如说出现了出轨的事儿，出轨事儿呢，那么这个主人公的这个。 太太的态度就非常重要，他如果不原谅，这个男演员就下了。嗯，他一出来说，哎，我原谅他，我接受他，基本上舆论就平息了。就是人家媳妇儿都不管，你管了，你瞎操心三干嘛的？所以很多很多时候呢，就用这个方式，就是做太太工作。嗯，比如说经纪公司、公司、剧组得做太太工作，安抚好。那么后来呢，有些时候呢，又发现。 比如说女方出轨了怎么办？然后呢？哎，后来说他们早半年前就离婚了。哦，那离婚了就不叫出轨，啊、那么也就经济损失就被挽回了。你如果说，那是不是民政局呢？是不是半年前就离婚了？那不一定。但是你只要把舆论压下来，那你经济上的那些问题，比如说合约问题，你还要赔偿呢，那也就没了。 所以我们现在，所以我我说我是一个反八卦的一个人呢。我就看到的所有八卦，我们多少了解一些后面的情况、就是，就说哦，这个是什么原因？我们都知道这些信息后面有些是猜得到它是什么原因。那既然那么复杂，当初为什么轻易结婚呢？<laughs> 结婚有的时候也是从利益的角度，就是可以看到很多成功案例，就是原来他挺红的，他也挺红的，但他俩一合以后更红。 啊，哦、这个就是说，甚携手走学，对、嗯，那价钱可不是翻一倍的问题，对对,对,对吧？部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因为它这个就是用现代化，它突破圈层了，就是原来是娱乐新闻，它现在还可以进入到比如说社会新闻，还有比如说家庭、家庭类的啊，它身份也更多元了，呃、对,对对对。你你觉得他们真希望更有名吗？嗯，我觉得是的，没有一个。 呃、嗯，演员是不希望有面儿的。我可能嘛，也，可能要我要说，那肯定人家骂我装，那装就骂就骂。但是我自己真心的想法。 就适可而止，真的，嗯、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无比的凶险呐、啊。嗯，但是日子过得可以了，对吧？虽然咱也没什么资本，嗯、这一两年还真的是对吧？我这,我,这我现在真的觉得怕出名啊，嗯、说害怕,怕出名啊。我原来有一次跟那个尔冬升导演吃饭，然后他说我特别感触，嗯、他就是说，因为他从小演艺世家，然后家里全是演员，他说他从小就进入演艺圈，他见见过所有上过这个到过山顶、见过巅峰的人，很少有善终的，就到了后面就是。嗯 风的风。 惨的惨，有的他可能是接受不了这个这个，他稍微有点下滑，然后就会疯狂的扑腾，越扑腾越下滑。所以到后面他说晚年很惨。他说像他这样，他说他是自认为一辈子没有登过高峰，见过那个见过山顶的人。但是他说，你看我现在还有还有饭吃，还能拍戏，然后还能提携底下的这样的导演，他就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好。然后我当时就想啊，我也要做一个稳居二线的人。因为这样我觉得见过高峰的人，就是我觉得真的很惨，因为他接受不了。 他往下滑那么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还挺可怕的。哎，真的是这么回事儿。你说，你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哈，呃，好比说明星找明星，嗯，他，我现在听了你说的，我开始相信，就是说他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嗯，我原来甚至可以简单到我认为最早就是两个人相爱，跟普通人一样，呃，很多资本的问题、什么的问题，这是后来呃才考虑的事儿。嗯、第一，总是我们。 我们相爱吧，嗯，你你的意思还还不是不一定都是因为有很多成功案例。你以前我们最早知道的，像三口百惠跟三步友和的对关系，它<对>确实对，因为他俩在一起，它是一个国民关注的一个国民现象，全国人民不允许你们俩分开，对，就到这个程度了。你要这么说，甚至于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没准儿他们俩也可能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也有不那么美好的对情况，但是,但是人民群众不答应，<laughs> <laughs> 人民群众不答应。你看，嗯、你看他这种事儿、啊、哈，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在结婚前的时候都非常有名，尤其山口百惠是大名，对、嗯。然后他结婚以后迅速退出演艺界，而且到今天他也没有复出啊。呃，起码他这个婚姻的这个大部分这个历程都走完了。嗯，你知道，在中国演员就不行，中国演员所有观众认为。 金童玉女的全都走不到一块儿去，为什么呢？呃，中国文化，你看那个谁，就是原来，呃，林青霞跟汉秦汉，嗯啊，那个在我们这个年代，年轻的我像他这岁数，所有人都认为这俩人是得结婚。嗯、如果他们俩结婚，就应该是像《山口百惠这路子吧,这吧？他肯定不是，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说话有点谨慎。对，不不，所以演艺人员他确实有一个特点，就是就是有一个人民群众的期待，嗯，人民群众的期望，人民群众希望你们把从戏里演到戏外，嗯，对吧？甚至你们成为国民夫妻，嗯，哎，我一直觉得这词儿也挺逗的，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咱们年轻的时候没这词儿，没这词儿，国民媳妇儿，对，国民什么老公，<对>国民什么，哎呦天哪，我想那那个人他得背负着多大的压力啊！<laughs> 就国民老公要离了婚呢，就是呃老百姓不再去操这种心，就是说觉得童年童男童男育女的这帮演员，他应该凑成一对儿，嗯、觉得生活中就应该如此的美好。